大家好，欢迎翻到嚟鹦鹉猪舌台。如果有追开我嘅鹦鹉猪舌台，大家都觉得我嘅鹦鹉好似好乖咁，完全唔惊人。但系我话你知，其实佢哋咁嘅样系只系对住我。今日我就请到我嘅妈咪同埋我嘅阿哥嚟接触佢哋，测试下佢哋有啲咩反应。我告诉你们，这反应是完全不同的。我告诉大家很搞笑，他们对着每个人的反应都不同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对着妈妈和对着哥哥的反应是完全不同的。今天我会分四部分来测试他们，看看他们会有什么反应。大家想知道他们有什么反应，就一于看下去吧。而家系佢哋平日好正常咁样活动，一直就系玩握只手啦。佢哋见到我阿妈只手冇乜太大反应，只系叹后，新年就开始耳挖，跟住七仔仔喺度啤住。当有其他人望佢哋嘅时候，就会高度警惕。但系望走咗之后，又自由活动啦喺度。咁啱啱咧就系话妈只手啦，咁咧而家就系我只手啦。咁啊，睇下佢哋有咩反应。跟住就。就会耷低个头俾我摸噶，跟住咧七仔就会突入，跟住七仔就会突入啦，又要洗我手啦，系完全唔同反应嘅佢哋。我就影下你哋见到我平时咧就有咩分别啦，同见到其他人咁咧，个个都冇问题。我伸只手咧，伸住咧就会俾我拗拗毛，跟住七仔咧就会自动走嚟我只手度，冇人会惊我嘅，自己喺度自由活动嘅佢哋。我戴只手指咧，新年就有知道我啱，跟住啦，跟住七仔就会突咗啦，就企上我只手度啦。嗱，唔俾我走啊，唔俾我走，夹住呢只小仔，哇，死都要企上我只手度。咁呢个就系平时佢哋见到我嘅反应啦。B B 咧系完全唔会理我哋嘅，佢咧完全唔惊嘅。但系你伸只手咧，嗱，如果伸只手指佢以为有嘢食咧，就咬一咬嘅啫。但系咧，佢唔会俾我哋摸嘅，唔会走佬。但系咧，佢会上手嘅。但是呢，他喜歡自己去玩我們。好，
即仔同新姐仔见到就会缩，佢哋听到啲声就会戒备。当佢哋见到唔系我喺后面嘅时候，佢哋嘅反应就系会咁噶啦。七仔知唔方好嘢，佢就行咗去先啦。两个就一直望住佢。阿新姐姐就会吹着，哇！七仔就吓到飞走咗。七仔好叻啊！一见冇嘢，即刻爬翻上嚟，见到嗰个人走咗，即刻冇事。好啦，七仔。刚刚没事 safe， 这些就是他们的反应。好、好，当新年仔看到暴龙哥的时候就会吹胀自己扮大只吓走他想。但有个方法，新年仔是很叛变的，一见到瓜子，哦，即刻乜事都冇，乜都唔惊，贪食新年仔。一见到瓜子又系咁喺度食，假嘅，假嘅。嗱，睇下七仔，七仔呆咗喺度。七仔见到暴龙哥，哇！有瓜子都唔食啦，佢甜咗紧，谂紧，唔开口，哎呀，跌咗啦，唔开口。肥B咧系咩人都唔惊嘅，完全唔理我哋嘅。带咗七仔嚟试下，唔系我，你见唔见啊？佢好似冇反应喎。好淡定。咦？完全唔惊噶喎，原来，想缩啦，咦，原来我阿妈只手系冇咁惊嘅，好，我哋试下第二个，好，而家我哋入到嚟试下我阿哥只手啦，哇，你睇下，唔知点解我阿哥只手系咁惊，搞笑，完全唔知道，好似遇咗呢个恐龙咁。暴龙哥，哦，男女有别啊，可能。好，测试完毕，我哋走啦，哦，走啦，七仔。首先又系我只手嘅时候。当暴龙哥靠近的时候，大家看看七仔遇到陌生人就会什么反应。哇，飞到乱七八糟。哇，吓死他。跟着但是呢，看到我的手指呢，没事。看完这段片，我发现
七仔并不是我选中的小朋友，是我先是被他选中的小朋友啊，就是我他才会这么黐我，我都不明白为什么我就是他的主人。大家听完之后是不是终于明白为什么我教大家这样训练鹦鹉，是令到他们当你是主人，所以我们在外面真的不可以乱咁摸鹦鹉。如果你望住我嗰啲鹦鹉，佢哋真系惊，但系有啲鹦鹉会好用力咁用个口咬爆你只手，咁嗰阵时就大镬啦，痛死人啦！所以只只鸡有时候会写到明，眼看手勿动，大家就唔好多手啦。如果大家中意我今日呢只短片，就 like 呢只短片，就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， 仲要 follow 埋我嘅 IG 啊！下次有新鹦鹉短片，大家一定唔会错过啊！拜拜！我发现我附近猫屎佢都唔惊我噶，佢认得嘅。